在还没开始吃。再插水深点啊？为什么再插水深点？因为我们放在水深点里面啊，我们放在水深点里面，就是不然不好意思，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说，档案其实整个毁损，毁损没有讲起，就是我完全发现。那这两个概念，好，我设计，我先设计，我先看一下我。一开始写的这个性质，那我们把它划分为三大类。第一大类就是要解决浓雾的问题，浓雾会造成车辆的交通事故。那在公路上的话，我们本来是有接这些去模拟说侦测浓雾的浓度，然后到一定的数据会发出警报，然后利用红绿灯，是让红绿灯浓雾。大于一定的数值的时候，红绿灯会封闭那一段有浓雾的路线，让车辆的事故减少发生。再来就是那个港口，运河的船只出去的话，那我们就是限制运河里面是要不要，就是说全部的船只一起进去，所以我们会设定说在运河内可能限制只有10个船只能通过。然后，如果大于10个，侦测器如果感受到，就比如说大于十个船只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个舵机，然后把闸门关起来，等到有剩下的就是船只出去的时候，就会开放，让运河再次让船只进来。然后铁轨异物的话，我们是用。拆封，然后去检测说这整排铁轨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掉落在铁轨上面，然后如果有的话，一定要就是先发生警报，然后不管是什么异物也好，就是或者是有人有石头的什么的，都会检测出来，然后发出警报。那在档案回存之前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已经完成？因为你现在做了三个。对。我们这边还有流程器，对，需要好。这边，对，但是存档之后发现，就是完全没有。然后我们是最后30分钟的时候就不回来了，因为我们也忘记说，因为直接存水的原因，我们用的是全包嘛，然后有一些问题存在，就完全不知道会怎样。我们一般是先存硬碟，对，然后再抠出来存硬碟。对，我们用。那你好吧，没有东西，那你可以讲一下你那时候有成功运作了哪些？我们成功运作像这个，浓雾的部分，我们用这个去模拟它的数值，然后会让红色的那个红绿灯亮起来，封闭道路这样子，然后还有这个。台上的这个也会关闭闸门，这样这个我们有锁上去，可是到最后我们已经拆掉了，因为没有档案。在这个的话，我们是就是有放这个超音波，然后放上去，然后看到就是畅通的距离跟有异物的距离是多少这样子。OK。好，没关系，加油。这是经验。